马妞现在在展场当中的 Cosport 这个品牌的专柜上面啊，在这个展位当中呢，其实他要告诉大家，夏天你会去海边，夏天你不用遮遮掩掩，为什么可以这么骄傲？因为有一个好东西。今天 M 就是要跟我介绍这样一个好东西。所以待会我们。它现在是敷保湿冻膜，所以擦完之后呢，脸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 Q 弹。就是妈妈呢，你可以摸看看它的肌肤，待会它擦掉之后就没有性骚扰的意思，想摸一下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女人就是水做的嘛。哎，怎么它的结构很特别？对，它的体很特别，有一点像奶粉体的霜状。对对对。对。它不粘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它还有控油的功能。哦，哎呦。不油还控油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对，好，来，它的流程就是基础保养完，接在乳液的后面。是是，一定要用这个海绵吗？其实不需要，对，我们是卫生的习惯，卫生的。哦，自己用就自己选就 OK。好好，自己使用的话，就是均匀的涂在脸部，点在脸部之后，就是把它推开就可以了。素颜霜果然厉害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刚从学校毕业到社会上应职的，你说不化妆不礼貌。但化妆太厚重，老板不喜欢，因为他觉得你的清新清纯度没有，所以这素颜霜是最适合的。对，哇哦！像我的肌肤就是比较标准亚洲肌肤，我是白，但是是偏黄，就亚洲肌肤就偏黄。那我擦上去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。对，那它是比较健康肌肤，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两种不同肌肤。你有擦吗？我当然有擦，我今天就是只有擦，我只要您来了，我就一定只擦素颜霜，要让你看看我们素颜霜的效果。我其实已经看到它的效果，我们来看半边脸的效果好不好？来，先涂这边，对不对？它这边已经涂好了，对不对？明白。哎，其实跟刚刚感觉不太一样哦。对对对。哇哦哇哦，哎，这个是真正素人呢，真正素人，不是假素人，还假素人，他是真正素人。所以你感觉如何？很服帖，而且它不会觉得黏黏腻腻。不会不会，因为有控油的效果，所以很清爽。OK， 多了。现在最美的就是这个时候，因为我们就是素颜霜。对 对, 对。然后它不黏腻，不油腻，不阻塞毛孔，很清爽。摸一下哈。哎，这跟我们说实在的，我们的化妆哦，一化都一点点，啊，手过去的时候一打波啊，因为太黏腻，反而你这不会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哎，你把腿叠叠夹好了，姐，有没有镜子给人家看一下？对，看自己现在来。哎，他真的在看呢，我只是叫他随便看看，他真的在看，有感受吗？很痛，很痛，哎，脸红了，抱歉抱歉。哦，这不化妆都漂亮，因为脸红了自然美。